菩萨，大家好！现在咱要继续演讲这部《楞严经》第八卷。那么，咱昨有讲一个问题啦，凡所伫这世间，你所作所为一点一滴生活的任何一个动态呢，一种构成因果问题。那么，当然这因果唔是一般人所想的遐尼啊烦恼代志。唔是像一般人所想的遐尔啊可怕。那问啥物原因呢？因为啊，因果有两款，有善的因果，有恶的因果，甚至乎问讲过无记业的因果，介于善恶之间的因果就对啦。介成善啊，介成唔是善，吼、哦，唔是善啊，唔是恶，好、哦，即款即微妙状况，咱叫做无记业的因果。那么善的因果容易了解，恶的因果啊容易了解，足明显的。但是呢，一般人听因果会胆寒，会惊吓，原因就种偏向于把因果呢落实伫个恶的因果内底，撇免讲因果，无爱讲因果，无爱听到因果，这是咱一般人以偏概全，哎断章取义的问题啦。所以今日要甲注意讲。咱听因果这两字，实在无喜也无忧啦。听因果这两字，也无啥通担心的，嘛无啥通好呢快乐的啦。因为你若无做，就无因果了嘛。吼、哦，就遐尼简单尔。啊，但是问题敢有可能讲你无做，介困难哦。因为活在这世间嘛，有着生活，哦，你行住坐卧当中。有当时啊，因果还你家己，你不知不觉去啊。种修行就是伫个生活中呢，该留意自己的行为，甲你心的动向，这个问题最要紧呢。所以讲呢，因果会见下，大体上讲两项，其实是三项啦。但是一般人甲无记业呢，该罕直接讲，所以甲无记业，非善非恶，吼、哦，这经常无讲，拢讲。善甲恶两款的因果，但是善的因果呢，一般佫较无去讲过，拢讲恶的因果。难怪一个人讲，伊要来佛门啊，伊就惊，惊跳因果。我定讲一句话啦，因果是世间的真相，有啥好惊呢？哦，因为听讲因果呢，因此伊就无敢来学佛了。伊是认为讲，我生活点点滴滴。哦，拢是做了无好代志啊，所以撇免。哦，我想讲，你撇免嘛是有因果，无撇免嘛是有因果啊。有缘则无爱面对现实，面对这因果来做好代志啊。所以呢，咱特别讲话啊，因果是世间的真相。如果有人含因果唱反调，就严重对不起伊自己。如果跟因果唱反调，这人严重呢，为伊将来，哎，已经奠定了一款危机。哦，何况你所做一点一滴，这因行为啊，后面必然的感应，这个种种款是先来恶因果故。所以讲讲话啊，在这个罪福呢，报应经啊，佛祖有讲这问题，讲这杀盗淫妄呢，拢总有因果。
尤其呢，咱也是共阴人的良家妇女啦，安尼后摆决定有因果，共偷啦、共劫啦、共抢啦、共盗啦，种下这因落去，后摆必然感受因果。虽然这世的人，哇，有当时啊莫名其妙呢，物件偷窃去啦，哎，咱厝的啊，这个哦，查某囝啦，还是咱自己啦，被人所呢啊强迫啦，这嘛是前因后果啊。你袂能讲，我这世人足善良个啊，有足济呢，是过去所做业因，这世人业障现前，因就感召果报。我做人足正人君子个啊，将来都毋捌共偷共劫啊，为安怎来偏偏这抢劫还是偷盗呢？伫阮兜发生，足济足微妙微妙不可思议事实啊！有过去成长，有可能呢。你做下了偷盗、共抢、共劫的因，你投胎转世了后有隔音之别啊，因此唔知顶世的人的状况啊，这世的人就发生这状况呢，因此咧埋天怨地啦。哦，讲这社会治安歹啦，啊，讲这国家啦，政策无正确啦，好、哦，唔是万上就万下呢。总讲一句，这人若是有贪心通、有宿命通哦，就怎样？哎呀，顶世的人我安尼哦，共偷牵牛啦，抢银行啦，抢劫共盗啦，伊就嘴唇塌起来，用三拍四呢，拍一个叉叉呢，嗯，吼、哦，都是有只因果呢，所以足侪人啊，做因果现前的事啊，怨天尤人，这是绝对唔对的。但是咱嘛要讲话哦，袂当家己无代志拢塞去顶世的人。哦，甲这金杀叫顶世人，因嘛阁唔对，啊有真济真济当中是这世的人所做善因，所以做好的地主要即款正知正见，这有够讲啊，有过去作业、现在作业、甲未来作业啊，有三世作业啊，所以咱嘛未得意味讲，我这边从强迫啊，从抢、从偷、从劫呢，或者顶世的人所做，是。答对了三分之一咯，吼、哦，有可能个新的音，吼、哦，对方甲你唱、甲你夹、甲你杀到、甲你音呢，杀到音呢，这有可能新的音，好、哦，虽然讲有钱在人，无得点红心的呢，咱生了水，人人知影就好啊，卖阁打扮甲伤过啊，花枝招展的呢吼，那种招蜂引蝶啊，会带来呢杀身之祸啊，总是不敌之计啊。所以咱做女性人，你水、庄严、可爱、古锥，人看就是知影。打扮真要紧，莫讲打扮咧家己吼，亲像讲哦，哇，你是要压伊哦，哦，哎，有阵带来自己的危机啦、危险。哦，这个做因呢、啊，哦，这嘛是问题呢。所以咱意思就是讲，讲作业，哦，你发生事故呢，那杀个顶世的人呢，安尼不一定正确哦。我无讲较世间人话啦，我甲你强迫，我甲你编闹，你顶世人欠我了。我甲你抢劫，你顶世人欠我啊还我，哦，甲你偷、甲你劫、甲你抢、甲你淫，拢杀去顶世的人诶，即款的人已经下地下见啦。哦，啊，当然，咱的意思毋是讲完全是新的因，嘛毋是完全过去所、过去写所造因呐，有真济。那如果有心痛的人，一看就知讲啊，这新的因，哎，过去以这个作为因，哦，佛教是讲这个问题。所以那完全杀尽顶世的人所作业因，因此讲是这些人爱受果呢。这个宿命论，哎，定命论呐、啊，定命论、宿命论是讲这些的人的富贵贫贱所产生一连串的状况，拢是顶世的人所做的。已经无法度改变的事实，这叫做定命论呐、啊。定是不假意思，宿命的宿是过去生中所做因的意思。安尼讲法叫外道的说法，佛陀唔是安尼讲。佛陀讲这作业有过去作业，甲现在作业，哦，安才正确。啊，若一味讲是顶世人所做的业因呢，这世人应该行的果呢，这个定命论叫宿命论，外道所讲的。唔是佛门所讲的，爱注意，爱划分得清楚就对了。好，我就运用这
罪福报应经佛祖伊老人家伊讲咯，罪福报应经云：阴人妇女者，死入地狱，男抱东跳，女卧铁床，从地狱出，上身下处，对鸡鸭中。注意看会清楚吼，即是讲咱人，即世的人如果若阴人的良家妇女呢，吼，安尼即人就做了这恶因咯，邪淫不好待啊。当然，正式的夫妻男女行淫做行房的代志呢，是理所当然呐、啊，天伦之乐，哎，这是应该啊，哦，无啥疑虑呢啊。啊，但是呢，你家己翁婿以外，还是家己的太太以外，佮金屋宗教，或者是翁兄出墙呢，即款完全的做了这邪淫的业因落去啊。那么福建家己讲啊，命中了后。是对着这地狱啊，无开我啊。那么男人看到一个，哎，哦，头前足水足水哦，这个走是要甲抱呢，我害啦，规支拢是红红的，敷甲红红红，强要出汁的呢，抱咧甲地呢，规身骨都烂了了，臭大了了。哦，命中对地狱啊，男抱东跳啊，吼、哦，你蛮欢喜呢。啊！但是地角有一个胳膊，你抱了看了，痛到规身躯呢，拢总变诶，血肉模糊就对啦。啊！然后你一下阁袂记哩啊，阁看一个足水足伊啦，哦，阿那多珠啊，天露绝色，伫你眼前呐、啊，你欢喜音乐心夹起呢，走一个抱咧呢，伊阁第二次相爱，是我规身躯呢血肉模糊啊，脆糊糊，烂朽朽。痛啊！四肢阁分去，分去阁青起呢。然后一只阁袂记啊，哎，爬起阁看，一女性阁伫遐，呼，阁足水个呢，阁冲伊、融伊呢，甲抱咧哦，规身阁烧甲臭打，烂糊糊伊啊。看是一劫按两劫，伫地甲继续阁辛苦。这一劫偌久呢？哦，过来一年呢。啊，对十劫，看你有天性命，还有受苦无过。四对地狱，南坡东跳啊，东跳啊！迄东跳唔是讲咧吼，大热天咧，大红红冷冷咧，抱咧足快活呢。迄不过红公公，咱袂当下变红跳，看到左边后啊，抱着变小个红公公的东跳啊！啊，女卧铁床，哦，啊，女性若是下淫而食，命中对地狱呢，拢总是铁床，迄铁床拢一支钉啊，一支钉啊呢。哦，尖尖尖，逐天呢，如果牙齿无代志，就无去尖无来来无来来，袂当生新呢。我金金金，尖尖尖，看到男人伫啊，伊就要倒落呢。结果毋是男人，是一堆呢，充满铁钉的铁床啊，穿心正位的心内，正位的肝脏内，五脏六腑脆糊糊呢，一遍过一遍，死死混混去，又醒起来。切起了后，佫袂去解决代志啊！伊佫倒落去啊！一遍过一遍，看是两劫还十劫呢？由你劫的轻重来决定就对了。一直甲你的刑罚已经了为止呢，才到出离地狱啊！哦，又无快活啊！伊讲，你伫地狱受苦结束了后，离开地狱呢？那如果出世伫六道中呢，往往拢伫呢下处。所讲下处甲卑贱的所在啦，譬如讲是啊，这个恶鬼啦、畜生啦，甚至对着这个鸡啦、鸭来当中啊，就是鸡啊、鸭啊、鸟迄类的，还是四只脚种种，这个上升下处上对呢鸡鸭当中，好、哦、注意爱细意啊，凡事因果啊，来我再念一遍，注意听哦。罪福不应经云：阴人妇女者，死入地狱；男抱东跳，女卧铁床，从地狱出，上升下处，对鸡鸭中。好，这是所谓罪福不应经啊，佛祖的经文讲解呢，非常详细。
那么下面呢，咱过来是运用这个《华严经》啊，佛祖讲行邪淫的人会带来两种的果报，到底是对两种呢？来，咱注意听哦。《华严经》云：邪淫之罪，令令众生对三恶道，欲生人中，得两种果报，一者车不尽量，二者得不如意灌输。吼，拢总无开外。讲如果你在世时阵，现人的良家妇孺邪淫为食，哦，安食啦啦，令令众生行恶人呢，命中对三恶道啊。哦，唔是地狱就畜生就五鬼啊。哦，啊，如果呢，哦，吃完你胳膊了后，向人来投胎做人为食，这就两种不如意的胳膊哦。第一，车不尽量，车就是你的太太就对了，伊对你不忠不尽呢、啊，不忠就是外口呢，啊，完全会去找呢红杏出墙，得罪别个查甫人的行路啊，行欢啊，哦，不尽就是呢，哇，对你无尽责，哦，伊应当照讲的，伊一世人扛你做男女代志啊，但是不尽呢、啊。去找第二个、第三个去啊！好、哦，你人家咧鬼巴肚火，所以莫怪即马这個时代的社会呢。看太太伫外口后边来，互掠干掠了了后呢，好、哦，伊就咧愤愤不平，摕着伊一支刀啊，一支枪呢，就去将这个这对的呢不正常的男女呢，甲断掉啦。但这社会满满是呢，所以报纸、电视拍几下看哦。无两天就一变，无两天就一变，甚至逐天都有这个三角恋爱，还是这个男女感情的问题呢？时常暴露在这个电视中，还是这个新闻当中呢？拢都是男女淫欲代志呢，产生因果在纠缠不出呢，车不尽量，你想看卖啊？啊，那如果呢？哎，那查甫人呢？啊，查甫人伫外口呢？哎。金屋藏娇，佮另外包持女人呢，安尼太太啊，人家半小时，我讲你唔好伤人啦，这有可能过去成长所做的业因呢，即世的人因果报应佮循环倒转来，你拖就拖袂去，闪就闪袂离啊。车不尽量，哦，对男人讲，啊那是呢，你的丈夫不尽量呢，哎，是对女人来讲。所以这是虽然讲车不尽量，慢慢讲是丈夫不尽量啊，看是男方还女方的角度安尼尔。所以行邪淫人决定夫妻也好，妻子也好，翁婿也好，也不尽量。外口呢，去乌白找女色啦，哦，还是讲外口啦，去找男人呢，不甲规个家庭哦，这个反攻大陆呢，变将就，哦，三顿菜。做咧半暝，搁差一遍咧，无甲规家伙也是安尼哦，唔是冷战就热战，哦，啊无得有当时咧，就是咧，但第五顿咧，唔讲话咧，连续几礼拜，好个比死较艰苦咧，反正规家伙也未好气就对啦。所以咧，生意咪恶果啊，是足公筷啊，我安尼讲是讲粗皮啊，尔咧，那米是讲哦，爱讲三讲三面才讲会真呢。做夫妻行邪淫呢，所带来家庭的不和气呢，这不是三言两语讲的好。如果若讲会好呢，哎，这社会教育也好，这学校教育也好，团体教育也好，哎，唔多免你讲价，再三的呼吁个呢，再三的呼吁也免不了会个发生出来呀。这凡有众生生死的根，就淫欲个，哎，有道理呢。过来第二，得了不如意的灌输。如果你行邪淫为食，来生都是人个看。冤亲债主加界规家伙啊，这闹意见呢，唔闹感情的问题，反正规家庭带来迄款哦，意见的问题啦，和感情的问题啦，财产的问题啦，这无味好事就对啦。
叫第三者介入做中间人来讲，也是无路用，得不如也惯俗。好、哦，你看过？所以有当时呢，夫妻闹闹感情个闹未好势吼，因后头厝来讲也无效，南方这边来讲也无效，叫民意代表来讲也无效，国代代表啦，哦，立法委员来讲也好啦，甚至呢叫县长、市长、里长别来讲啊，拢总无效。好，又感情问题上复杂个啊。哦，毕竟伊是第三者，无法度呢，像男女之间因直接个关系。因比上较清楚，这第三者的介入虽然是一个好事呢，好代志，可是要排解这问题，伊还阁是局外人啊。所以在这经营之下，这拢是安怎带来呢？邪淫的业因，即嘛业障现前的时阵啊。等到一旦呢，我都收拾这个僵局的时阵哦，自然伊阁分辨啊。所以即嘛小的看呢。新闻吼、哦，拢总是呢，杀到淫妄这个淫欲还是排行呢前两名啊。哦，是真可怕罪。那么在要结束以前，来去甲《华严经》这段的经文去念一遍啊，注意听好哦，会当作为咱人生一个座右铭啦。《华严经》云：邪淫之罪。令令众生对三恶道，欲生人中，得两种果报：一者车不尽量，二者得不如意惯俗。诸位有看了吼？虽然这部《楞严经》呢，伊头甲尾甲这个五戒十善，哦，这个概率呢？提供的家庭呢，非常的圆满。就哪像就一边的照妖镜呢？你生活在修行过程当中，是不是有离开这个轨道无？是不是脱离正法无？是不是依戒为师无？伊像就一个照妖镜。哦，你邪魔鬼怪来破坏如来正法也好，修道人修到无门后入也好，你看你家地龙，哦，我爱应该安尼修。应该按照项目开，唔好犯了这个概率。伊概率呢，佮伊讲详细就对。所以讲，《楞严经》就如同一面的照妖镜。哦，妖魔鬼怪，那只起冲啊呢？妖魔鬼怪啊，只伫遐骚动，哦，伫遐蠢动啊呢？这面镜个即马清清楚楚。哦，所以莫怪啊，佛祖伫经典讲啊，讲《楞严经》因为是正法。是圆满的，哦，是了义的。在这经营之下，妖魔鬼怪今日出离三界，开悟正果啊！这妖魔鬼怪呢，就想尽办法要破坏你《楞严经》，和你《楞严经》早一日呢消失在这世间，和修行人找无了义经典来修，因此受到走去入魔，永远是三界内啊！所以有所讲啊。讲这《楞严经》在所有呢三宗十二部经典内底上大乘灭亡的，上大乘灭亡经典就是《楞严经》。哦，啊上万灭亡的，就是《阿弥陀经》。啊，上根灭亡的，就是《楞严经》啊。那么有啥物证据呢？来，我运用这个《法别处经》言讲咯，《法别处经》言。末法时代，楞严经显灭，基于经典，逐渐而灭。注意有看的吼，伫个法灭处经，法灭处经就是一部经典呐。伊讲经典三宗十二部经典伫这个时空演变的流传的过程当中，那么楞严经显灭，哎，这是佛学问答哦。嗯，后摆我会解追去哦。讲三宗十二部到底这个经啊，上大乘买的是对一部经呢？你就该写，写上《楞严经》。嗯，100分。你们讲《阿弥陀经》呢？哇，那《阿弥陀经》叫做0分。那你啊，一切经典内底上万灭亡的是对一部经，《阿弥陀经》。好。
所以跟你讲啊，讲末法时代上大乘灭亡经典呢，《楞严经》。那么基于经典呢，再一步一步慢慢呢，哎，随着时光演化呢，再渐渐灭去啦。但是咱有一个常识，上大乘灭亡的就是《楞严经》，安尼最了解吼。那问啥物理由？因为啊，了义的经典，圆满的经典，那么凡夫众生五欲六尘非常赤性啊，非常妄啊，无想要修行啊，搁加添妖魔鬼怪呢，一直伫个骚扰，给你破坏啊。因为你一念念经会乎你出三界啊，无多，到最后无多魔王给你掌控啊，因此伊想尽办法，千方百计呢，就破坏你念念经。我讲《楞严经》唔是佛说啦，哦，迄是魔的造出来现象啊。讲《楞严经》唔是佛讲的啦，哦，这是以后人的篡改啦，这就是魔的现象啊。最了解哦，所以佛教界即卖嘛，直接唔听即卖风声啊。唔免讲怎，这就是呢，完全啊魔的现象啊。你唔好听欢喜啊，我三两句话就转去啊。所以呢，《楞严经》哦，有四大重点的特色的所在。第一，楞严经头到尾，你听我讲就听得出来，有禅宗的思想，有净土宗的思想，有所谓呢律宗的思想，有密宗的思想伫个，叫做禅净律密啊，充满着了义的教理啊。哦，第一款所讲的特色。佮第二有包容呢，即华严的思想，有法华经的思想，佮有大不遮经的思想，哎，佮有唯识学的思想伫个啊，用教理呢非常完备啊。哪里咱讲是唔是佛所说呢？何况龙树菩萨有讲啊，经有何款人讲啊？哦，有佛弟子讲，哎，啊有佛祖亲人讲，夫人讲。哎，阿罗汉讲，菩萨讲啊，只要伊讲出来道理，令咱使咱出三界，开悟证果，明心见性，拢会当称呼叫做经呢。但是问你到底讲出来有符合出世解脱无啊？那有只，万那称呼经啊？物质凡夫一知见拢偏拢差啊，如何称呼经呢？哦，过来，楞严经第三款的特色，如同一面的照妖镜。我都有讲过了，因为是了义的、正见的、出世解脱的、圆满的、正觉的、涅槃的，所以呢，无符合这条件，照的呢，就是妖魔鬼怪现身同款呢。啊，若是呢，你按照落去修，就无唔对啊。过来第四款的特色就啥，如同一部一大藏经呢。好。三宗十二部经典贴起来三四人悬，这部楞严经如同呢两三人悬的大藏经呢，个浓缩同款，叫做如同一部小藏经呢，小藏经。好，因为伊个教理圆融啊，具备一切经典的思想伫内底啊，所以如同一部大藏经同款。这也就是为安怎呢？历代所有的菩萨祖师大德呢？所以提倡楞严经，理由在这所在。你最了解吼？好，了解了后，咱再去听好哦，去听好。杀盗淫妄呢，皆有因，皆有业报。波莲香比丘尼，说淫欲无有业报，说完邪法，当下如今生大明慧。身体节节消尽，对无间地狱。你想看卖啊？你虽然头讲遐话，正在要结论的话啊，都反做你所做的点点滴滴。如果偏向于恶的，哦，偏向于歹，做业的呢，拢总有因果。哦，就包含着杀盗淫妄啊，拢总有业报呢。你莫讲代志做了，也无啊，无代志啊啦。你就唔免讲，阿妈因果是紧密的报应的啊！杀盗淫妄，拢总为业报啊！但是呢，
佛陀时代一个宝莲香的比丘尼呢，伊就特别讲啊，伊讲啊，邪淫，他有什么果报啊？无业报啊，啊毋是讲偷，啊毋是讲抢啊，啊嘛毋是讲杀生啊，他有什么果报啊？这是男女双方面欢喜的啊，犯了这邪见。所以这邪见邪法一讲完了后呢，当下伫这宝莲香比丘尼伊愈成愈紧的所在呢，或生大病火了，或者烧起来呢，然后身躯呢，两只脚、两只手、身躯、头壳呢，烧甲呢变火炭去，唔是因代志了啊呢，命中对无间地狱。哦，是注意啊！难道呢？我正讲一句话，因果这两字，你卖信不要紧，但是唔茫诽谤。诽谤你家己啊！如果做下诽谤业因类啊，后卖爱受因果啊！你个信上好，你要信有因果人，伊这人伊作受因果，善的因果一直做，一直做落去呢；歹因果伊是倒不，是倒不起来呢。哦，出世解脱、修行、开悟、正果、因果，一直做落，一直做落，一直做落去。也修因果，爱惜因果，了解因果真相。所以呢，未正做一件代志呢，伊就想个底下等伊就对了。该不该？了义不了义？宽容不宽容？正确不正确？伊大致有去了解，对自己、他人、社会、国家有大利益个。咱混损脆骨呢，都该做落去。对着自己社会国家无好待，伊接触着这社会国家会一个混乱呢，咱早都要停起咯。迄叫做恶业啊，吼，爱做正做吼。所以呢，咱伫世间上啊，你记老和尚一句话：凡事有因果的，因果又果呢有善甲恶两面呐。我头啊讲。所以唔知有记哩无啊？有放未记无呢？讲这因果有善甲恶啊，但是一般人偏向于这恶嘅方面，善无去讲，所以答对了一半而已。其实甲因果这两字，茫想甲咱消极可怕。所以讲你念阿弥陀，这善嘅因果啊，后摆命中往生叫做世界去，迄是善果啊。我呢，今日好啊，用功来读书。以后会当升，出人头天啊，升大气啊，这就是因啊，升大气就是果啊，所以凡事因果的。所以现在我就简单世间看得到因果，加注意一款，这个阐述一下，听有无？听有？譬如讲，胎人就是因啊，你比人胎就是果啊。或者是用掠起来关三四冬呢？这冬啊，落角之灾就是果啊，敢唔是因果？你偏偏就唔相信因果，我足古怪咧。所以即摆新鲜的人类啊，伊真济呢。所以讲我欢喜就好，啥物拢唔惊。即管我个蒙乌啦，即今晚就出问题啊。即代志未做以前，就想着等的人，即管人较有理智的人。未想起来更，无了解来龙去脉，就甲忽略去呢，就融落去啊！最后这款人后悔来不及啊！既然错啊，一错再错啊，太一个无够啊，反正爱来关啊，不如两个个做嘞啊，本来关五年啊，不如十太第三个呢，愈太愈济，永远都无回头机会啊！这条路是已经呢，独行去啊！这款人满死呢。伊容易行极端，即款人是非常的人物呢。是简单讲，胎人就是因啊，你比人胎就是果啊，或者是关五冬六冬落角之灾，即是果啊，敢毋是因果？你食饭就是因啊，腹肚即摆饱呢，腹肚饱就是果啊，敢毋是因果？无食饭就是因，腹肚枵就是果啊。这是一定的道理啊！你开快车就是因啊，发生车祸就是果啊。你紧急刹车未有啊？你反应无落来啊？紧张起要打卡洞，结果
打开这个油门内啊，佮冲得愈紧，弄得愈严重，是不是啊？哦，开快车就是因，车祸就是果啊。你开慢车，慢慢开，反正无紧嘛，就是因啊。结果你无发生车祸，平安回来呢，这就是果啊。哦，快快乐乐出门，平平安安回来就是因果啊，真有道理。饮酒莫开车，无发生事故就是果啊。哦，啊你若是有饮酒就停起来，你饮酒开车又搁做下就恶因为啊。所以政府提倡讲，开车莫饮酒，饮酒莫开车，即款口号人人做来搞呢，实在呢是咱国人伊个幸福啦。哦，虽然你若开车了，你家己发生车祸、残废、诶死亡是国安代志呢，但是你会影响着路人啊。开车弄着奥多麦，弄着人，车干车受撞，还是呢，拢去砍平落去，你搁危害着别人诶性命呢，这因果大条啊！大条呢，北京伊叫大条的，嘿，知影哦，大条的。你家己死不要紧啊，搁弄着人啥诶，拢死亡，还是着重伤，你管敢赔去？啊！如果你是哦，家庭无好过人呢，这啥重要？关唔是问题啊呢？这代志足大条啊呢？这愈想是愈惊。所以呢，咱响应政府讲这话，开车莫饮酒，饮酒莫开车，安尼灾祸就袂走出来。这虽然是国家政府提倡这款口号啊，其实政府何然无为咱百姓着想呢？这是咱个人代志啊，何必感到政府敢提倡，咱才安尼做？政府无安尼讲，咱本来就按分守己啊。哦，总讲一句，开快车就是因，发生车祸就是果啊。哦，饮酒就是因，脑筋顿顿酒精分爆发啦，脑筋嘎嘎，开车就是因啊，迷迷糊糊弄了，搁不知不觉，这就是果啊。我一边伫畅管路去公经啊。要去公经，经过畅管路，都一台大卡车，含一台小包车呢，发生车祸，弄一个这个卡车要紧急刹车未赴啊，说规台车的机能哦，规卡车呢变变伫涂骹内呢，规台车像弹碌碌，拢机能的两人甲两千啊，喷满街就丢啦，啊又弄一个严重呢，这个小包车这个司机啊。伊本身啉到醉茫茫，都伫个杏花街吼，伊个酒吧都出来就对啦。伫畅管到路边啊，因阵咧开在当中呢，伊啉酒啉到醉茫茫啊，随出来，随有只卡车随弄了。啊，伊佫共走去别人个车道去呢，家己开车佫啉酒，啉酒佫开车，啊，弄一个偌严重呢？好，一群人去看，啊，我人好奇好奇啊咧，走去看卖呢，我也袂得啊，弄一个吼。伊寒刀都夹到迄人个腹肚啦，啊，底下无法度出来呢。一挂警察啦，吼，啊，维护这治安，拢人落，拢落也着，用铁架咧吊，吊袂起来。人个吊当中，这个开车饮酒人呢，搁咧画爬阵呢，爬上脚机骨头，哦呢，搁咧画酒棍啦，啊，唔得哩呀，唔得哩呀，脚机爬上，搁咧画酒棍啦。我看着讲啊。哎呦，这种惨淡的事实，你也听起来，你家己拢惊了。家己弄一个车头呢，脆糊糊啊，互寒刀入入腹肚呢，人咧叫咧拖袂出来，啊袂死啦，佫咧发拍见你咧，啊你唔道理啊，唔道理啊，你拍伤你，哦，警察一下连连摇头啦，你个八嘴八，伊嘛唔知人，这个、精神伊嘛请袂当啊，啊人含伫讲话，伊当作伫发拍见呢。吼、哦！这我看迄警察，反正一直摇头呢，唔知笑还是哭呢。你看这要怎发啊？这发嘛唔是办法啦、啊。你看伊共开车，规伊人车倒去，一个拖骨变了了去，所有规车的家人呢，看偌济钱就好，够悲伤啊！哦，啊，如果讲你性命啊送失去呢，恁家的车主你要怎发怒？你要怎交代？一连串唔是国安的问题呢，因公
规个家庭甚至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呢。所以世间就是因果。总讲一句，无遵守交通规则就是因，发生事故，发生这事故就是果啊。好不听无？吹着冷风就是因，感冒就是果啊。这可不是因果，你唔相信因果嘛？我分析给你听啊。布施就是因，富贵就是果啊。你人健谈当生，就是因啊。你得到贫穷，别人无爱援助你，平时无结善缘，所以得到这贫穷的果报啊。健谈就是孤单当生意思啦。健谈就是因，贫穷就是果啊，正确。念佛就是因，那么往生阿弥陀佛叫世界就是果啊，敢毋是因果？念佛念到，一心不乱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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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念到法力充满，念到欢喜心浮起来，思思念念就是往生到阿弥陀佛叫世界去。这款的心情就是因啊，结果有八分命种时啊，心无病苦，心不贪乱，意不颠倒，如入这禅定呢，西方三乘接引你呢，往生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去啊。这就是所讲果啊。你修六道万行，行持37道品，行持呢如来教法正法呢，就是因啊。修到有一天福慧圆满，明心见性呢，成佛就是果啊，敢毋是因果？这出世解脱的因果啊，就了解吼。好，佮讲世间事哈，你认真读册就是因啊，结果你伫班内你功课非常优秀，你功课优秀就是果啊，敢毋是因果？你脑筋本来该聪明，该有脑筋人，你好读书，当作会成就的。一寡人较特殊的伊本身的脑筋就较钝呐，身家都未开窍，迄有一款人有存在，毋是无，但是呢，靠后天的努力，会当弥补着过去先天的不足啊。安尼你的努力嘛是得到真好，一个效果啊。像讲我来讲，我脑筋嘛。较早阿未解开窍的时，蛮戆戆啊，顿顿啊，记忆不能翻山的人啊。那么经过我后天的努力甲打拼呢，会当弥补着过去先天的不足的所在。因此呢，今仔日脑筋就稍微较灵活点啊呢，较着我一撮小智慧啦。所以讲说，认真读书就是因，结果是功课优秀就是果啊。你对了解吼？好。过来讲世间事，你开枪呢，病死人就是因啊。从关伫牢角内底就是果啊。是啊，或者你拍死人，开枪打人诶，就是因，对方去打死就是果。这嘛是会当你讲啊。过来关怀别人就是因啊，受人尊重，受人甲你感恩就是果啊。所以讲咱，看人感恩别人，咱唔好介心善，介嫉妒。反倒等下，咱也会当相对间关怀别人，别人嘛是尊重着咱，即共个意思。所以讲今仔日呢，讲到这来，我重点就是讲这问题：修行，甲因果修也好，唔茫惊因果，唔茫看因果就闪避。相对的，爱面对因果。了解因果的前因后果，了解因果的真相，这人是大智慧人。所以咱演变佛门一句话讲啊，讲凡所世间任何人事物，包含你生活的点点滴滴，一分一秒，一刻一时，拢总是因果当中的点转循环类型呢。是咱自己无了大智慧去了解。因就是因，因就是果尔，毋是讲无因果。所以伊个生活一点一滴，包含人事物，拢为前因后果伫个。那即卖人讲叫来龙去脉呢？
哦，有一个鬼到底。所以呢，咱佛门一句讲啊，讲啊，菩萨为因啊，众生为果啊。哎，佛门有一句话呢讲，100%正确。菩萨按照叫做为因啊，为就是会惊的意思。菩萨惊因，就讲哦，这件代志未做以前，这个菩萨的形容啊，会考量，这件代志应该做得较对，以后会演变到安怎呢？伊就想着等伊啊。想起来囥啊，太人，这因做了，顾名思义嘛，一定规律嘛，用来管啊，还是对方死人的那边呢，反正一堆人会去养过啊，哦，这一连串效果不堪休息啊，哦，伊想起来囥啊，所以唔敢做迄个恶因啊，叫做菩萨畏因呢，有道理啊，凡夫畏果。凡夫行这个果，伊因无咧信半道诶，先自大讲，像即摆新兴人类呢，哦，伫飙车族诶啦，哦，还是跳卡拉 OK、KTV 啦、MTV 啦，伫五场所，阮像吞诶人诶，伊无想讲诶，即后摆诶，凡是去卡拉 OK、爱舞厅、party 呢，即五六跳舞、唱歌，伊想未到呢，那个突发事件，人来滴。穿乌多咁乌多病毒，伊用扫流呢？本来是无代志呢，变成个渔人之灾呢？哦，祸从天降呢？我用我心就，咱世间人讲心就雷公劈啦，还用误会了啦，哦，还是互五手拍了啦，种种问题拢无想遐坑呢？哦，干一时的快乐，一时的享乐，一时想要找一个刺激呢？结果呢，节外生枝啊！像这个状况之下呢，非常的多啊！所以讲凡夫不敢信因呢，起上讲，结果带来一连串，还是未搞果报出来。等到受果报时呢，煞是埋怨啦，讲我太遐尼衰，好我真衰，这句未当讲。咱佛门找无这个衰这个的，你当初若像菩萨畏因，哪里进来因呢？会产生进来受这苦呢？所以佛法讲啊，非常的庄严，哦，足有尊严的啦。讲菩萨畏因，众生畏果啊，实在呢是讲咱生活当中最好就是写照。呢就明辨吼，会见下菩萨畏因，众生畏果，把这两句的名言永远牢记伫心内，你日常生活。决定袂去犯着歹因果，会改积极做善的因果，甚至做这个出世解脱幸福的因果啊！这何乐而不为啊？你最了解吼？哇，那了解呢？那时间又够咯，会见啊！咱明仔在灵岩经第八卷呢，第51天同一时间再会。